暴力白雪公主周街揸枪唔鬼鼠。公主你好靓啊！死开啦！边个阻我我就肥佢。小朋友唔使惊唔使惊啊吓！你哋原本识嗰个公主仍然系天真又善良噶。至于呢啲咯，都系瑞典艺术家嘅杰作嚟嘅。化名尼尔松嘅佢觉得 Disney 嘅人物定晒型，闷亲观众。于是喺佢嘅涂鸦作品为呢班卡通人物加入阴暗面啊！哎呀，连傻头傻脑嘅 Winnie the Pooh 都中招啊！